首先要问一下的就是我们飞鸿魅影哦，其中的 HUR 前阵子呢有到香港去表演，会不会担心练习的时间还不够这样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诗雅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去香港，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点远端练舞的概念，就是我们会自己在香港的饭店的健身房雕舞，然后每个游客就是在旁边说，哎，你们是什么舞团吗？可以给你们拍抖音吗？小莲舞道团这种的。对，然后我们雕完舞之后就把细节告诉诗雅，然后再请他自己拍他自己的影片，然后再回传，然后我们就是互相线上雕舞这样子。哇塞，那诗雅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觉得如何？好紧张哦，因为想说就是我自己练的话，我就是没有队形啊，就是虽然就是大家都互相告诉我仔细的，比如说舞蹈动作一些细节啊，对，但就是没有走到队形的话，我真的很紧张。他真的这一次很紧张，但他很努力，就是我们一回到教室之后，我们就马上有衔接上，所以他就是很太棒了，而且一定的默契都还是有啦，今天还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哈。